了啊，来了啊，来了，大勇哥啊，来了来了。金龙哥，哎，好嘞。二凤嫂子，还不快接我大勇哥一把啊？去你的吧！好女三婶还给我起货。哎，回去婶子，回去婶子。大勇啊，这一阵子你这个大队长可真高兴啊。桂枝婶子，你看看咱们这庄稼有多好啊，我能不高兴啊？是啊，我是担心今年的雨水大。桂枝婶子，你就放心吧，这些日子总是黑夜下雨白天晴，正是打的粮食没处成的好兆头了。那是啊，今年呢你就请等着大丰收。就是啊。哎，你们哥俩今儿不要回大堤了，留下来再干两天活。是，大队长，我们服从命令。好。哥哥啊，派他们看守大堤是队委会的决定，你怎么能留下他们呢？队委会的决定也得有个灵活性吧，现在是地里活重要。那防汛就不重要吗？河水离大堤还远着呢，闹得了水吗？铁成哥，水又涨了啊。你看盛河，爹，郑叔回来了。郑叔，你回来了啊？氩气拉回来了，河水又涨了吧？一个小时涨80毫米，好快呀！继续观察，随时向县指挥部报告。郑叔，县防汛会开完了。开完了，铁成，一会儿你回村去，咱们开个会儿，传达一下县防汛会议的精神。哎。哎呀，太好了！太好，哎，谢谢，不累。要不看看吧。哎呀，太好了！哎，我说这往后啊，咱们就能用电，年米磨面了。是啊，咱们在子牙河上再修个舀水站，那就旱涝都不怕了。看看吧，看看。哎，他老跟大白，哎，你说说。修好了羊水站，这一天能浇多少地？一天能浇好几百亩。哎呦，哇，能浇多少？好几百亩。哎，这可成了宝贝疙瘩了。哎，爹，挺好哎。哎，还是爹你出的呢。是吗？哎，我看看。是啊。哎，真的。哎，嗨，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天津出产的好东西啊多着呢。那是啊，天津是大工业城市，在全国那数得着啊。哎，还是咱大队长说的对呀。对呀。哎，你们就说咱大队长这车子吧，这也是天津出的。哎，天津谁比得了啊，老早就是水旱码头了。好了好了，三婶儿，快把变压器拉回去吧。是。哎，桂枝婶子，我这回出拉变压器可出了大力了，做点什么好吃的慰劳慰劳啊。你这个嘎小子。秀华，张叔，这是给你们团支部带来了毛主席祝福。哎，秀华，有我们的吗？有啊，给。哎，你们哥俩不在大堤上，跑回村来干什么？他们回来干活来了。谁批准你们回来的？我。云彩上来了，你们先回大堤吧，等需要的时候再调你们回来。是。大勇啊，这一次张县长在防汛会议上说，咱们省的西边南边正在下大雨呢，咱们的防汛任务可不能放松啊。嗨，河里才半槽水，哪儿跟闹水样了？再说下大雨的地方离咱们这儿还远着呢。远？那也不能麻痹大意。你别跟大惊小怪的，我看你就没原则。秀华，走吧，走吧。
地里活这么忙，倒抽出去那么多棒小伙子到大堤上去防汛，这合适吗？根据防汛会议的精神，不光不能往回抽人，还得多派人去防汛护堤啊。还多派人？要是影响了庄稼的后期管理，那得少打多少粮食啊。认真做好防汛工作是国家全局的需要，要不到时候开的口子可就不是咱们一村一队少打点粮食的事儿啊。你说的忒玄乎了，我看呐，今年这大丰收那算是稳拿了。不，俗话说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才定收成呢，咱可不能高兴得太早。没什么大不了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五六年的水大不大，还不是照样让咱们给顶住了。据天气预报说，今年的降雨量要比五六年大得多，很可能来一场特大洪水。嗨，等不到闹大水，咱就把庄稼收到手了。啊啊啊，张县长吗？啊，我就是大勇啊。老丁到家了吗？好，大勇啊，刚才又接到了紧急通知，说山洪已经下来了，水势来得很猛。嗯，水势来得很猛啊。靠近你们村落马湾一带是个险工地段，你们要多派一些人到大堤上去。对，好啊，好，好，好。兵，兵，河水一个劲儿往上涨，赶快派人上大堤。啊，真要把咱们的丰收给毁了哇。铁城，有，马上集合全体民兵跑步上堤。是。我们堵住了四个漏洞，抢救了八处险工，大堤总算是保住了。哎，什么？第二次洪峰很快就要到了。什么？是，是，给你们送去了一批抗洪物资。啊，已经出发了。哎，老丁啊，你看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吗？没什么。有什么困难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张县长您就放心吧。好，秀华，你告诉大勇第二次洪峰就要到了，让他召集个干部会商量一下。还有，让他赶紧派人到河边嘴那儿顺着大堤先挂上一排柳树。镇洪叔，镇洪叔，我们南边打桩的木料不多了，怎么办呢？爹，爹，我们那边打桩木料不够了。三仙儿啊，你告诉大伙儿，县里很快给咱们送一批抗洪物资来，
这批东西没到之前，木料问题我想办法。哎，盛和啊，你等一等，告诉你娘和你奶奶，收拾一下东西，把咱的西厢房腾出来。腾房子？对，我明白了。他娘的，这老天可真邪性，多好这个丰收年，他偏偏要发大水。哥哥啊，赶紧派人挂柳去吧。好。金明、金花，你们去吧。哎，是。大队长啊，我也去吧。行，约会好。好嘞，好，快走吧。换一个，走，快去吧。县里通知说，第二次洪峰很快就要到了。哎呀，第二次洪峰来这么快啊？哎呀，贵了，想办法呀。就是，这咱们可得想办法。眼下木料用没了，草袋子也不够了，遍地是水，没法蓄土，大伙儿合计一下怎么办吧。缺草袋子，那就动员各家把盛粮食的麻袋、口袋都拿出来。嗨，那能有多少啊？有多少就算多少呗，实在不行就让大伙儿把被子、褥子也都拿出来。遍地是水，没法蓄土，有袋子也没用。那从水里捞泥，那稀泥让水一逛了就完，不顶事儿啊。那就掺上柴火和麦秸，像垛墙那样往上垛。这倒是个办法。没有木料打不上桩子，能担得住吗？哎，木料的事儿啊，镇湖叔说了，他想办法呢。实在不行拆房子。盛和，你怎么回来了？房子不用拆了，县里给咱们送的抗洪物资已经到了。那好，你叫大勇他们来运料吧。哎，司机同志，你辛苦了，你们这物料运来的太及时了。快走！哎，快走！大勇啊，郑叔，让大伙儿赶紧卸车吧。哎，大伙儿快卸车呀！下车去！哎，大勇，派人挂柳去了吗？王茂、金奎、金兵他们去了，得多去几个人。哎，盛和，哎，你过来，你也去参加挂柳吧。好，哎。一定要顺着大堤挂，快去吧啊！行了，行了，哎，怎么样？哎，盛和，放吧。哎。放绳子，横着挂，横着挂，放绳子。我爹叫咱们顺着大堤挂。哎，这合适吗？你来吧，拽。你快躲开！哎呀，你，我爹叫咱们顺着大堤挂，你怎么横着挂了啊？顺着挂忒费料。这么着挂，又省料又保险，顶多用上三棵树，准能保住咱西大堤。你看，水流朝哪去了？时间长了冲坏人家东大堤怎么办？在这个节骨眼上，能保住西大堤就行了。不行。
哎呀，你怎么能这么干呢？我可是一心一意为了保住咱西大堤呀。能为了保住西大堤冲坏人家东大堤吗？要冲坏了东大堤，就会冲坏金浦铁路，这你不知道？天地良心呐，刚才都急得火上了房了，我才想出这么个办法来呀。这种横挂柳的办法是旧社会地主老财们干的，你怎么也这么干呢？丁书记，我可是一片好心的。好了，你先干活去吧。哎，看这事儿闹的。是，我就是啊。什么？第二次洪峰离我们这只有三十里了。只有三十里？是，我们正在加紧准备。是，我们一定提高警惕。嗯，送去的抗洪物资到了吧？哎，那好。嗯，哎，老丁啊，还有，解放军已经出发去支援你们了，啊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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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秀华，快去告诉大伙儿，解放军支援咱们抗洪来了。哎，坚决战胜第二次洪峰。Hello.
建红，张县长来电话找你。老根大伯，你来。你看，哟，砍他！老根大伯，你看王茂这个人怎么样？王茂，嗯，你给我说说，走。老丁们，祝贺你们战胜了第二次洪峰。对，对，啊，对对，解放军另有任务，嗯，对，让他们马上出发。县委正召开紧急会议，开完会我就到你们那儿去。好，好，我知道了。好，张连长吗？喂，张连长。喂，叫你们连马上到王庄去。啊，对，要的木料已经马上出发了。喂，对，我是县防汛指挥部。对对啊，好，就这样。什么？我是县防汛指挥部。好，你等一等。因为连续下了几场暴雨，引起了山洪爆发。眼下，南运河、阜阳河、滬沱河、子牙河、黑龙港河，各河水位都在猛涨，形成了一场特大洪水。这次洪水，比起明朝永乐年间有水文记载以来的历次洪水都要大。现在，各路洪水从不同的方向一齐涌到了天津外围，严重地威胁着天津市和京浦铁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党中央指示我们一定要确保天津，确保京浦铁路，力争缩小灾害面积，并且决定立即在子牙河和大清河的上游八口子分洪。为了完成这次艰巨任务，全国各地支援了我们大批的抗洪物资，解放军也出动了陆海空军，开到了抗洪第一线。党中央决定再由辽宁、山东、华北地区调来大批解放军，完成导洪入海任务。张县长，你再把整个布置给大家讲一讲。好，我完全同意李书记的发言。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动员群众扒开三个分洪口，预计第三次洪峰要在今天晚上10点钟以后到，我们要在10点钟准时分洪。现在是5点10分，离分洪的时间还有10几个小时了，时间紧，任务重，问题一定少不了。这就要求大家做好思想准备，保证不伤一个人，特别要警惕接近敌人的破坏。按上级指示，分洪区的庄稼能保就保，能收就收，如果实在保不住，那也只好牺牲了。啊，对，老李你看呢？没什么了。好，马上行动。好，走，准备走吧。任务很艰巨啊，必须得完成，对，要争分夺秒，对对对，好好布置一下。老张，哎，这三个分洪口，落马湾是个最重要的分洪口。对，这次老丁担子很重啊，再重也能完成。老丁20多年来，他在部队上和地方上都曾经完成过许多艰巨的任务。我想，开完会马上到他那去看看。对，我看就这样吧。好。可不能走，你看饭都送来了，说什么也得吃了再走啊。任务紧急，马上就出发了。你看这拿着吧，那也拿着，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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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爹，张县长来了。张县长是吗？铁成，
大娘，大娘，老爹啊，大娘，这么多，先吃谁的呀？啊，好，我跟老丁谈个事儿，回来再吃啊。哎，老丁啊，走，咱们到大堤上去看看。啊，金花，走，咱们走吧。战胜洪水，嗯，又有什么新情况吗？是啊，世保丰收。是不是还要来第三次洪峰？是啊，来，坐坐。好，您坐。坐吧，坐。在前一段的抗洪斗争中，你们可以说打得猛，过得硬，领导上还表扬了你们。这都是上级党领导的好，解放军同志们支援的好啊。是啊，老丁啊，这一回给你们一个更艰巨的任务。什么任务？您就说吧，我们保证完成。党也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来，先抽颗烟。张县长，您忘了，我不会抽啊。到底是什么任务？我们想啊，把你们这条标语改两个字。改两个字？对。怎么改？把丰收两个字改成天津。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任务呢，闹了半天就是改俩字了。郑红叔，你快跟大伙念念呢。啊，说说吧。说说说说吧。啊，快说说吧，别着急嘛。郑红叔，是不是还要来第三次洪峰？他来八次咱也不怕，合着命不要也得保住丰收。对，我看呐，准是让咱们腾房子给灾区的社员住。那呀，咱们先把好房子腾出来让给社员住，吃喝不要钱，外带着管接管送。对。依我看呐，准是天津吃紧了要调咱们的人，是吧郑红叔？比这个任务还要困难得多呀。那会是什么呢？你们来，刚才张县长说今年的洪水是几百年以来都没见过的特大洪水，它已经严重地威胁着天津和津浦铁路的安全了。咱就这么说吧，这是天津，这是东甸，这是子牙河大堤，这就是咱们村儿，这是南运河大堤和津浦铁路，这就是垭口洼。俗话说千条江河归大海呀，如今从咱们省的西边南边流下来的几股洪水在入渤海以前都汇合到天津外围了，平均每天流进来的水就有5亿立方米，可是通过海河排出去的水呢只有2亿立方米，那些排不出去的水都集中到垭口洼里了，要是冲破了锅底闸就会淹掉天津市，要是冲破了南运河大堤呢就会切断津浦铁路。现在情况就摆在这儿了，咱们要不要保住天津和津浦铁路了？当然要保，天津是首都大门，何出命不要也得保住。是啊，天津是咱们的工业基地，要是淹了天津得给咱们国家带来多大损失，造成多大困难呐。那天津有几百万阶级兄弟，宁愿淹了咱们这儿也不能让他淹了天津。津浦铁路也很重要，说什么也不能淹了。对对，那怎么才能保得住呢？老根大伯，您的岁数大经验多，您说咱们该想个什么办法呢？自古以来治水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堵，再一个就是坝。像今年这么大的水，要想保住天津和津浦铁路，光用堵的办法
怕是不行了。那怎么办呢？依我看啊，非得在上游八口子分红不可呀。嗯啊，八口子。哎呀，呵呵，老根爷，你可真敢想啊！那得冲毁多少村子，淹着多少庄稼呀！镇红叔说的对呀，这抗洪就是和老天打仗，打仗嘛就只能进攻，不能退却。不，打仗有进攻也有退却。不管怎么说，咱们是坚决顶住，绝不能撤。对，我同意大勇哥的意见。哎，咱们有党的领导，有解放军的支援，咱有的是人，我就不信大水它能出草。那我要是水涨一寸，我念高一尺啊。我水涨一尺，我念高一丈。我水涨一丈，我念高十丈。那遍地都是水，你能打那么高吗？它能有那么大水吗？有啊，现在夹口洼的水已经有天津百货公司二层楼房那么高了。呀，要是这么个情况，我可就同意老根爷的意见了。这么一来，就像刚才大勇说的，那就得牺牲些村子和庄稼了。该牺牲的时候就得牺牲，干革命嘛，怕牺牲还行。镇红叔，上级是怎么计划的？上级计划同时扒开几个口子，咱们这儿就是其中的一个。啊，还是咱们这儿扒口子？就在咱们村东那一段。什么？就在咱们全村人拼着性命抢险护敌的地方？对，就是那儿。哎，保天津，保津浦铁路，我举双手赞成。要分红也行，可为什么非在咱们这分呢？在哪分不是一样啊？我问您，大海在哪边？在东边。水往哪流？往东流。还是呢？咱们村的子牙河西边呢？要再往西呢？文安洼。对，文安洼不就是一个存水的好地方吗？除了在咱们这分红，在东边呢，我们还要扒开南运河大堤，让夹口洼的水通过二十五控桥，从北大港直接流入渤海。哎，这么着啊，准能保住天津和津浦铁路了。到底是上级站得高看得远呢。镇红叔，什么时候扒口子？指定的时间是在今天夜间十点钟。只剩下八个半钟头了，那晚上的庄稼怎么办呢？任务太急，庄稼只好不要了。什么？不要了？眼看着到手的粮食不要了，谁能耐大谁跟县人们说去。淹掉这满洼的庄稼谁都心疼，可是要淹了天津和津浦铁路，国家的损失就更大了。只要咱们把道理讲清楚，社员们一定会同意的。现在就看我们有没有决心了。有决心。我在团里做动员，民兵的工作我包了，贫下中农的工作交给我。好。哎，听我说，从报纸上看呐，有几十万人在天津抗洪呢，咱跟上级要求一下，晚点才分红，让他们抢一下庄稼，好不好？八口子一定要分秒必争，咱们能喝着天津不要，去抢收这点庄稼吗？哎，那抢收的庄稼也是国家财产嘛，这么多天他们都顶过来了，再顶两天那就不行了。上级即使决定了，想必就是不行呗。这就跟部队打仗一样，叫你什么时候拿下这个碉堡来，你就得什么时候拿下来，一分钟也不能错。咱这不是部队，咱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是庄稼人，可咱们是党教导了多年的庄稼人，这我都知道。大勇。大勇。大勇啊，大勇啊，干什么？孩子直发烧，你看。那就快上卫生所看看去吧。这又是泥又是水的，道也不好走，你跟我一块儿去。不行啊，你没看我正开会吗？要不我跟我嫂子去一趟吧。不行，你也不能去。你们开会吧，我自个儿去。二凤，带上。哎，咱们这儿连着遭受了两年灾害，好不容易才挣了一个丰收年，这么好的庄稼，说什么也不能眼瞅着让大水淹了。大勇，咱要顾全大局呀，咱总不能只顾咱们村不顾国家，丢掉西瓜捡芝麻吧。
这庄稼就是咱们的命啊。可这点庄稼要和天津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今年淹了，明年再找回来嘛。庄稼不要了，万一连村子再保不住，那咱们不就全完了？不，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咱们能保住天津和津浦铁路，就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怎么能说是完了呢？我绝不是反对分红，我是说上级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们，让咱们把庄稼都抢收回来呢？你这就叫遭死毛，谁知道今年会下这么大的雨，发这么大的水呢？水火无情嘛，但分能不这么办，谁又舍得这么办？把这么好的庄稼都淹了，我有意见。有意见可以保留，党交给咱们的任务一定要完成。我看社员们也不一定想得通，只要咱们把工作做到家，社员们一定会同意的。恐怕你想得太简单了。想得太简单当然不好，可是咱们能让困难吓倒吗？别忘了，在旧社会，咱们这为了八口子，哪回都得出人命。大勇啊，如今是新社会了。哎呀，这都两点了。郑红叔，你快说怎么干吧。郑红叔，快说吧。这次分红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进行的，担子是很重，可是也很光荣。这重担子咱们不挑，让谁挑啊？大勇啊，时间不等人呐。大勇，你看还有什么意见？我服从党的决定，保留我的意见。好吧。上级要求我们在分红以前要做好三件事。第一，挑选几个小伙子，提前做好八口子的准备。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好。第二，为了防备大水淹村子，赶紧把社员们都转移到大堤上去。另外，种子、化肥和牲口。你非让我上大堤上去干什么呀？哎呀，你王奶奶怎么了？郑红叔，我把嘴都快说破了，可他老人家就是不走。不是说大水进不了村吗？你谁说大水进不了村啊？王茂啊。王茂。郑红啊，你说说咱这个家不搬不行啊？不行啊，大娘，咱还是搬到大堤上去安全呐。哎，哎呀，这黑洞下火的，咱等明天。哦，这好办，来，我来背你老人家。哎呀，哎，那就来吧。郑红啊，你那么忙就别背我了，还是让我自个儿走吧。道这么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老人家自个儿走啊。哎，爹啊，炸药起来了。好，盛和啊，把你王奶奶背到大堤上去吧，我去看看护村堰打得怎么样了。好，给。哎，哎呀，还是来吧，王奶奶。大勇啊，郑红叔，刚才我围着村转了一圈，东边和南边都快完了，这边还上不去啊？这暴雨下去没个完了，拆了30多只院墙，好不容易打上，大雨冲又垮了。9点半以前能完吗？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一定把护村堰打起来。实在打不成，9点半以前听见钟声，一定把人撤出去。啊，哎，大队长啊，干什么？咱这杂念的人太少了，不够用啊。除了转移的，都在这儿呢，不够用又该怎么着？咱能不能从转移队上调点人来？那可不行，下这么大的雨，种子、化肥还没转移完，可不能再抽他们的人了。哎呀，你听我说嘛，你说是种子化肥要紧还是村子要紧？当然是村子要紧了。就是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可不能三心二意啦。嗯，这可得商量商量。你还跟谁商量？张队长，你可是咱季家庄的当家人呐，你可得为咱季家庄的生命财产负责任呐。配着好，好配着好，中心的铁枪走钝装啊！配着好，好配着好，走。热闹洪水城防宽。徐明啊，你们这个队给我们到村西打箭去吧。哎，大勇哥，这种子化肥还没转移完呢，打完护村箭再转移嘛。那可不行，老根爷让我们来转移种子化肥的，我们怎么能去打箭呢？徐明啊，你说咱们为什么要打护村箭呢？还不就是为了要保住村子吗？只要村子保住了，种子化肥什么也丢不了。那我们转移队得听老根爷指挥，这由我负责。大勇哥，你就别犹豫了，人家大队长不比咱们想的周到啊。啊，那这我决定了，王茂，哎，带他们到村西打箭去吧。好嘞，我有意见。有意见以后再说。哎，快走啊，小伙子们，听大队长的没错，跟我来。那好，走吧。走走走走走走，先来先来，好，咱们先打箭去，走吧，快走吧。哎，好嘞。哎，快走啊，金明！哎，郑护士，种子化肥转移完了没有？嗨，郑护士，大勇哥领王茂来叫我们的人去打护村箭啊！是这么回事，西边打念的人太少了，大队长叫他们先去打护村箭。金明，咱们动员的时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你们的任务就是转移东西啊！可是刚才大勇哥他……是啊，这可不能怪金明啊。王茂啊，你不去打护村箭啊？是大勇叫我领他们到西边去打念去。哎，哦，是大勇让你们来的。如果在分红前不把种子化肥和储备粮都转移出去，分红后让社员们吃什么，灾后又拿什么去生产自救呢？对对对，那你刚才还说大队长不比咱们想的周到。这王茂，哎，你快去打护村箭去吧。哎哎，金明，你等一等。郑叔，我们怎么办呢？你们回去转移去吧。好。哎，继续转移了，走啊，走了走了走了。金明，我交给你个任务，王茂的行动很可疑，你要注意他。哎，压他7749天，我才高兴呢。老根大伯，啊，分红的时间快到了，转移工作还得快着点啊！把敌上窝棚都搭好了，人也转移的差不多了，就剩种子化肥了，你放心吧。哎。老根大伯，哎，等一会儿你告诉秀华，9点半准时敲钟，把村子的人都撤到大堤上去。哎，到时候万一要撤不出去，可就误了大事了。对，我走了。好了。
快撤人！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几点了？你看，都9:10了。啊，这么快呀？郑红叔说，9:30以前一定要把打胡存念的人撤出去。那可不行，胡存念还没打成，说什么也不能撤。不行，为了对社员们负责，你得马上撤。天塌下来，我顶着。大勇，雨下的这么大，你就是晚撤一会儿，也打不成胡存念了。我喝着命不要，也得把村子保住。我跟他老天爷拼了！哥哥，大勇，怎么还不撤人呢？铁成啊，你买炸药吧。哎，盛和啊，你去检查线路。好，郑红叔，郑红叔，大勇，你怎么还不往外撤人呢？郑红叔啊，胡存念还没打成，你可不能把人撤走啊！眼看分红时间就要到了，再不撤人就危险了。郑红叔，你再给我一顿饭的功夫，我保证把胡存念打成。大勇，这次分红是统一行动，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宁愿把村子淹掉。分红的时间一分钟也不能错。郑红叔，你打我、骂我、处分我，怎么都行。可是说什么咱也得保住村子，那是社员们多少年来积攒下的家业呀。大勇，你想过没有，全国人民花费了多少血汗才建设起天津和津浦铁路这么大的家业呢？郑红叔，可你别忘了，咱们是季家庄的当家人，应该对季家庄的生命财产负责任。更重要的，咱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要对全党全国人民负责。咱们虽说是季家庄人，可是咱们的心里应该想到全省、全国、全世界。咱们党从来就把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看成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为了顾全大局，难道咱们就舍不得拿出一个村子来？国际上那些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天天都在咒我们、骂我们，编着法律给我们制造困难，总想着搞垮我们。蒋介石疯狂地叫嚷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敌人妄想里应外合、变天覆地，这些难道你都忘记了？保卫天津和金浦路就是保卫社会主义，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保住它，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郑红叔，你就别再说了。大勇，咱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个道理。哎，好了，赶紧回去撤人去吧。好。怎么？回头、怎么回事？王茂这小子破坏分红，你看他拿刀割电线。带走，走。盛和，你准备分红。是。大勇，嗯，快去撤人。好。没有炸透。嗨，这么大水一会儿就灌弄透了，咱们走吧。不行，没有过水就是没完成任务，我们必须立即把它捅开。郑红叔，这么大的水可不能下去啊。是啊，不怕，为了保卫天津，就是牺牲了也值得。把这个任务交给我。铁成哥，你的胳膊受过伤，还是我下吧。金春哥，你的水性不如我，还是我下去。不，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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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等了，沈河跳。是。
给，吃了它。娘，你这是到哪去啊？铁成的媳妇儿不是在月子里吗？我给她送点鸡蛋和红糖。三圣和会不会？不会，三圣和心里有根，水性又好，只要他能沉住气，抓住个东西就淹不着啊。行了，别宽我的心了。凯敏，坚强点吧。你真放得下心？毛主席是怎么教导咱们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三圣和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就是牺牲了，不是也很光荣吗？我什么都知道，就是到了时候。行了行了，快去把这饼给老根大伯送去吧。郑红呢？做法子呢？嗨，这几天可把他累得够呛，该让他好好睡睡觉啊！嗨，这一大摊子的事儿，他怎么睡得着啊？他可是咱的主心骨，我真担心把他累病了。老嫂子，不要紧的，他挺得住。咱生和还没有找回来，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可要想开点儿了，哎，我想得开，想得开。哎呀，我哥他们回来了。大勇，你们回来了。郑红叔，别难过，跟洪水斗争也是革命，要革命就免不了有牺牲啊。大勇，你们一天一宿没有睡了，先回去休息休息吧。哎，都怪我思想狭隘，把咱们这一摊摊看得太重了，上了敌人的当，差点叫王茂把咱们毁了。我对不起党啊。他根本就不是咱们村那个王茂，他的真名叫陈耀祖，这是他党委警长时候照的。据他初步交代，那年发大水，咱们村那个王茂跟他爹逃荒到东北，就是给他家当长工。土改那年，他把王茂爷俩杀害了，就冒名顶替，隐藏到咱们这儿了。他就是利用了你的本位主义思想来破坏分红的，这个教训可要牢牢记住啊。嗯，一辈子也忘不了。哎，火车，你听。哎，火车，京都铁路保住了。
光顾对象转移，不顾家，进村子快走快走。你看，把柴火都忘带了，这大水一时半时又下不去，带来的粮食要吃完了，往后可怎么办呢？嗨，你总叨叨什么呀？有困难也不咱一家，人家能克服，咱就克服不了了。主张自力更生的，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居民的创造力。对，我们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眼前的困难。对，革命的硬汉呐，就是从困难里摔打出来的。咱们季家庄人不光能战胜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挖出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更要打好重建家园、生产自救这一仗，把水里的庄稼都捞出来，把倒塌的房子都盖起来，把地里的水都排出去，把麦子都种起来，争取明年来一个夏季大丰收。好啊，振宏，你又给大伙儿想到一块儿去了。社员们的意见也是赶快把玉米打捞上来啊。嗯，你们看。哎呦，振宏说咱们说干就干吧，我去组织青年打捞队。好，我再找大勇、铁成他们商量一下，咱们马上打捞。哎，接这个，接这个。
社员同志们，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派飞机来支援咱们来了。天地总算保住了。可惦记你啊，盛和，你怎么回来的？是解放军救的我呀。你们看，那是谁？张县长，社员同志们，大伙都好吧？张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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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奎，张县长，三仙，张县长，铁生，张县长，大勇，老丁，张县长，老丁，人怎么样？一个也不少。好。只要有人，咱们什么都不怕。社员同志们，首先让我转达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地人民对我们灾区人民热情的关怀和亲切的慰问。同志们，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慰问团的李团长。这位是解放军抢险队的宋队长，这位是医疗队的王队长。我代表天津市人民向主动牺牲自己顾全大局的人民公社社员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礼。谢谢，谢谢，谢谢。社员同志们，全国人民给我们运来了大批的救灾物资，你们看，这就是支援给你们大队的第一批东西，这是全国人民支援给我们的，为了让我们按时种上冬小麦，连麦种都给我们运来了。我的亲人呐，我们怎么谢谢你们才好啊，大娘，这都是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是啊，有了党，有了毛主席，才有咱贫下中农的今天呢。旧社会闹水也来人，可来的是人贩子、粮贩子和牲口贩子，让他们闹得我们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大娘，如今闹水也来人，可来的是县长、医生、解放军，不光给我们救人治病，还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的东西。这大水还没有下去，麦种都送来了。这可真是千好万好，不如我们社会主义好。爹亲娘亲，不如咱共产党亲呐！共产党万岁！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这么关怀，全国人民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支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对，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好！哎，哎，我爹回来了。哎呀，我周叔回来了，大勇哥，大勇哥，啊，周叔回来了。哎，周叔回来了。哎，好，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好啊，这个真是咱全国人民的福气啊。是啊，建红叔，快说说给咱们什么任务了。是说说。同志们，毛主席又给咱们一个光荣任务，你们看。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给我们子孙万代造福，制定了改造山河的宏伟规划。你看毛主席的号召具有多么伟大的力量啊。大勇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干吧。哎，在咱们前进的路上还会有各种困难，可是我们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有力量去克服它，战胜它，打倒它，我们一定要根治海河。